神的国好像什么？好像一粒芥菜种，好比面教。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八节上、十九节上、二十一节上。亲爱的天父，上帝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它会长大成树，供天上的飞鸟宿在其枝上。因此，求父帮助我们在地上建立天国，可以让有需要的人得到荫庇。上帝的国又好像面教，能把全团面粉发起来。求父帮助我们在自己的家庭、社区和所住的城市发挥应有的影响力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